在全世界各地，不管是亚洲、美洲、非洲还是欧洲，人们都在探寻未被发现的自然资源。人们通过直觉、经验，或许一些好运，探索发现了那些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我们这个星球发展的见证。安德鲁斯·古尔就是这些发现者中的一位，他将毕生的心血倾注于此。从1972年至今，他都一直在探寻和发现这些大自然美丽的瑰宝。这位拥有40多年经验的企业家、宝石学家和瑞德艺术馆的总裁，他眼光独到，专注于特别的审美特征，他在该领域享有盛名。古尔先生的收藏代表了高端的德国品质。My name is Andreas Gur。回首4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很自豪。作为瑞德艺术馆的公司创办人和领导者，我把公司建设成了在全世界宝石、矿物、化石、琥珀、陨石等领域代表最高品质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公司。安德鲁斯·古尔既是梦想家，也是实干家。他丰富的创造力和娴熟的专业技术都在他的项目中得到了成功体现。他曾经历了多次探险，到达地球最偏远的地区，采集到了世界上一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地质瑰宝。很多世界著名的地质专家对他所采集收藏的瑰宝都表示非常欣赏。与此同时，安德鲁斯·古尔先生以实会友，结识了众多国际行业专家、科学家和有声望的名人，形成了一个涵盖各领域精英的人脉网络。人们不仅能在他汉堡的个人艺术馆欣赏甚至购得珍贵展品，也可以在国际著名展会和顶级自然历史博物馆欣赏到他的藏品，而为之震撼。对于如何在私人环境里展示这些精美的瑰宝，瑞德艺术馆也一直在不停地探索追求其最独特的方式。我们现在已经开拓了结合矿物标本和化石的国际室内设计和家居设计这个领域，强调我们的展品在家居环境里得到最美的展示，与环境相得益彰，最大程度提升家居设计的艺术品味。安德鲁斯·古尔的展品非常独特，以后是很难再发现这些相同质量的展品了。瑞德艺术馆的团队聚集了资深的专业人士和学者专家，他们共同合作，高效地完成并实现了安德鲁斯·古尔先生所设计的目标，一次又一次地使瑞德艺术馆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即使最小的宝藏，也总能被这位经验丰富的宝石专家用准确的目光捕捉发现。知识渊博的安德鲁斯·古尔先生，在全球宝石、矿物、化石行业里也是德高望重。我们珍贵的展品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有经验丰富且具有专业素养的员工准备好，然后再呈现给观众的。同时，对于每一件自然历史物件，我们都配套制作了科学而详细的文档说明，记录一切重要的信息，就连博物馆的馆长们都不能质疑。一间专业摄影工作室负责运用数字媒体拍摄，制作出现代化的高清晰度的演示片。我们的顶级摄影师用其专业的敏锐眼光，将具有现代感或 3D 模型的效果呈现给我们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世界顶尖级的展示，也是最接近我们的激情、专业和理想。独一无二，激动人心。